好了，来，同学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，或课本拿出来，我们要继续上课哦。来，安静，安静。不要讲话。那个订正明天一定要交，好，才五题而已。好。对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先到。我们昨天讲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有开，昨天有开始推结句式哦。有哈，来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哦，先帮你复习一下昨天推出来的那个直线方程式哦，我们称为叫截距式，它的形态长什么样子呢 ？a 分之 x 加上什么？加上 b 分之 y 会等于多少？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东西哦，我们一开始是从两个点开始的 ，a 点的坐标叫做 a 零 ，b 点的坐标叫做谁？叫做0 b， 对不对？我们的昨天笔记好像是大概应该是写到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是不是给这两点，然后找一个定点，然后去算它的斜率，写成点斜式之后，再去做整理，最后可以整理成这个样子吗？它整理成这个样子，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定可以写成这个形式吗？要写成这个形式，其实它有一个前提，它的前提是 a 跟 b 必须怎么样？不等于零吗？对不对？不等于零的情况底下，我们才可以把一条直线写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样子，我们数学上给它一个名称，称为直线的什么式？叫截距式。x 下面写它的 x 截距叫做 a，y 的下面写它的 y 截距叫做 b。这样了解吗？好，这个应该不难。那当然，有些同学哦，刚开始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会觉得有一点不太适应，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跟他以前学的直线长相有点不太一样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同学，你相信这是一条直线吗？你相信这是一条直线吗？你怎么验证它是一条直线？比如说，同学问你哦 ，a 零这个点带进去，它会不会成立？会啊 ，a 带进去嘛 ，a 除以 a 是不是一？零带进去这边是不是零？一加零是不是一？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同学，零 b 这个点带进去是不是也成立？所以同学，我跟你讲，它是一条直线，而且它通过这两个点。所以过这两个点的直线长这个样子，完全是可以被接受的。这样可以，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那当然，我也可以这样讲哈。这个 a 分之 x 加 b 分之 y 等于一，或许我也可以这样写哦。我也可以把它写成 a 分之一乘上什么？乘上 x， 再加上 b 分之一乘上 y。等于一，对不对？同学，这个跟你之前熟悉的直线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很雷同？同学，什么 x 加什么 y 等于一个常数嘛？这个是不是我们常讲的一般式的写法？这样了解吗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可以吗？来，可以的话，现在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。这个问题，请你写在下面哦。来，这里有个 question 哦，有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这样，是否？来，所有的直线，来皆可写成截距式。来，同学，这个问题哦，这个很基本又很重要的，来跟着写哦。同学，是不是所有的直线哦，都可以用截距式去把它表现出来？你觉得对还是错呢？那如果你觉得好像不对的话哦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些直线没有办法用截距式表现出来？这种东西都是很细节的东西哦，同学，你都要很仔细的去探讨研究哦。比如说，同学问你，点斜式哦，它可以几乎表现所有的直线，但是有一种直线没有办法写成点斜式，什么线？牵直线，因为牵直线它本身斜率就不存在，斜率不存在的话，你要写成点斜式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问同学这个问题哦，来，是不是所有的直线都可以写成截距式？当然不是啊，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差。那我们班的同学应该可以很快的看出哦。
它背后的一些细节哈。我来跟同学做个互动，今天是26号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用，这样笑我掉了。26号是谁？猜你就痛失一才，你知道？来，最好你来，是不是所有直线皆可写的截距是不对？来，你告诉我什么直线就办不到？不是切直线。切直线为什么切直线办不到？刚才我讲的是那个点斜式啊，点斜式没有办法表现切直线的。那截距是什么？是不是所有的直线都可以用截距式去把它写出来？当然不是啊，它什么直线就不是。什么样的直线？不知道。来，没关系，36号。36号来，来，什么样的直线？就直线啊！好，算了算了，来6号，真的，不知道人家在问什么。6号在哪里？直线，来什么直线？不知道。好，16号，再问一个，也不知道。来，那谁知道？你说。什么线？牵直线。牵直线，来，同学讲得很好，欢迎你仔细听。哦。来，你看这边。哦，老师，我知道啊。好了，来问什么？来这里。同学，牵直线哦，没有办法写成截距是为什么？同学，牵直线它没有什么截距，它没有 Y 截距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写成截距式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把它写上去，牵直线就不行，牵直线没有办法写成截距式，所以第一个来，第一个就是牵直线。好，那除了牵直线之外，同学应该有感觉。什么样的直线也没有办法写成截距式？对，什么线？水平线也不行嘛，因为水平线，同学你告诉我，它没有什么截距，它没有 X 截距哦，所以你一定没有办法写成这个形态嘛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水平线是不是也没有办法？好，水平线也不行。好，那除了这两类之外哦，其实还有一个人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，还有谁也没有办法写成通过原点？对，通过原点的直线，为什么？同学问你，通过原点的直线它有什么特征？它的 S 截距跟 Y 截距都是谁？都是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能表现成这个样子吗？分母可以摆零吗？当然不可以嘛。所以我们这里第三种情况就是通过什么？通过原点的直线，或原点的直线，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哦，对截距是应该有一点基本的认识了，对截距是有基本认识。那我们学了斜率跟截距之后，我们这里要开始来教同学几个重要的解题技巧。那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题技巧，我希望现在哦呈现给各位同学哈。来，同学你旁边哦写一个 key。直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几何特征，你知道是哪两个几何特征吗？哎，直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几何特征哦，一个是斜率，你知道另外一个是谁吗？截距。好，斜率跟截距是直线好独特的几何特征。所以来，我们写一下斜率。跟什么？跟截距。OK。哎，同学，那我先问你哦。斜率跟这条直线的什么东西有关？倾斜程度啊，那个倾斜程度讲的更一般一点，就是这一条直线的什么？就是这条直线的方向嘛，就是这条直线到底是往哪边跑，到底是上坡还是下坡，对不对？从倾斜程度就看得出来直线的方向。那同学问你哦，如果你知道这条直线的截距的话，其实你就知道这条直线的什么东西，你应该就能够确定它的什么，它的位置嘛，对不对？只知道方向的话是不够的。你如果还能知道它跟 x 轴还有 y 轴的交点的那个点的在哪里的话，它的位置是不是就会被确定下来？好，那我现在举一个哈，就是大考考过的一个题目。来，这个题目哦，我们全班一起来研究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很常考的问题哦。这个题目是这样哦，这里我画一个坐标轴，来，同学跟着我一起画哈。因为这边很重要，所以这边我会讲的慢一点。慢一点，希望你可以学好。OK， 好。这里有一条直线，来，有一条直线，它长这样。这一条直线，我告诉你，它叫做 L，
它的方程式叫做 x 加上 a 倍的 y 再加上 b 等于零。好，这样子，来这条直线写一下哦。这是我们熟悉的坐标轴，然后有一条直线，它长这个样子。然后我连它的方程式我都给你，叫做 x 加 a 倍的 y 加 b 等于。然后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个问题是，请同学哦帮我们去做判断，判断什么东西呢？判断 a 跟 b 的什么的正负。OK。要加油哈，同学，这我们今天这堂课上完，下次就是礼拜一了哈。这个进度我们要把它稍微 hold 住一下，因为二之一很重要哈。哎，你们回去有做习题跟习作吗？好，那我想我们就不要讲一堆有的没的废话啊。来，同学看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我问你啊，你怎么判断 A、B 的正负？很简单，我跟你说，不要想太多。你遇到这类型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只要把它的几何特征抓出来。你告诉我它的几何特征有谁？斜率跟截距嘛。所以来，我们这边就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等一下我要问哦，这条直线的斜率是谁？第一个问题哦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我要问这条直线的 x 截距是谁？再来第三个问题，我要问这条直线的 y 截距又是谁？好，来，那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问哈。我们先从哪一位同学开始问呢？今天是26号，6+2，8号在哪里？8号里面，是八号是吗？对。来，志宇，我问你哦。这条直线它的斜率你会看吗？没有关系，如果乍看之下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先帮你们复习一下哈。同学，斜率哈，来这样子哦，比如说 y 等于 3x 加2，同学你告诉我这条直线的斜率是谁？3啊，看 x 前面这个系数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现在再问同学哦，如果有一条直线我写成 2x加上三倍的 y， 再加一等于零的话，好，这个不用抄，这个看一下就好。这个叫做直线的一般式。那给你一般式，怎么看出它的斜率是谁？我说过这个不要用背的，你只要把三 y 留在左边，把2x 把它搬过去，变成负 2x， 再把这个3除过去，你告诉我 y 会等于多少 x？ 负的多少？对，负的2/3，所以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负的多少？2/3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相信同学应该懂我现在在讲的东西。嘿，好，那现在回归到我们这个问题，请问同学，这条直线的斜率是什么？负的多少 ？a 分之一。来，同学你写一下，这条直线的斜率是不是叫负的 a 分之一？对吧？写出它的斜率应该是很快的。好，负的 a 分之一。然后你看这一条直线哦，这一条直线它是上升的趋势，所以请问它斜率是正的还是负的呢？正的，所以负的 a 分之一大于零，请你告诉我这个 a 应该怎么样？小于零啊 ，a 是不是就是负的？就像看出这个 a 的正负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来，再来，同学我问你哦，那 x 截距怎么看？你知道 x 截距在哪里？圆轴。对，圆轴的焦点。那这个焦点我们如果令它叫做 a 点，来，同学这个 a 点它有个特征，它的 y 坐标会是多少？零，对不对？它 y 坐标是不是零？那因为这个 A 点本身在这条直线上，它的 y 坐标是0，你就把0带进去 ，y 就带0，对不对 ？y 如果带0的话，你告诉我 x 会等于多少？负 b。所以它是不是通过这个 A 点叫做负 b 零？请问你，它的 x 截距就叫做负 b， 负 b 就是它的 x 截距，所以 x 截距就是负 b。然后你观察这个点的位置哦，同学，这个 A 点在圆点的右边，所以请问这个负 b 应该要大于0。所以负 b 大于0的话，同学你告诉我这个 b 就怎么样？小于0。你看 a 跟 b 的正负用斜率跟截距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抓出来？以后会教你别的方法，但是现在你就先抓斜率跟截距就好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不妨哈，还有一个 y 截距，对不对？虽然这一题答案已经做出来了，我们来看它的 y 截距。同学 ，y 截距在哪里？哎，
Y 截距是不是这一条直线跟 Y 轴交点的 Y 坐标？这一个点如果叫 B 点，来同学，这个 B 点有个特征，它的 X 坐标是谁？零。S 坐标是零哦，来 X 带零，你告诉我它的 Y 是多少？负的 A 分之 B， 所以这个是负的 A 分之 B。好，所以它的 Y 截距就是负的多少 ？A 分之 B， 来负的 A 分之 B 哈。你要写这个 Y 截距有什么用？可以帮我们检查刚才这两个有没有算错。同学，我问你 ，A 是负的，来，比如说你先看这边，这个 B 点是不是在原点的下面？所以你告诉我这个负的 A 分之 B 应该要怎么样？应该要小于零，对不对？好，同学，你看合不合理哦？我们的 A 是负的 ，B 是负的，同学 ，AB 都是负的，负负得正，前面加一个负号，是不是小于零？完全没有产生矛盾，所以是不是非常的合理？合嘛，对不对？听懂我意思吗？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同学都可以模仿这个想法去做处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小问题，这样可以吗？看完这个小问题之后，我觉得应该要带你做一下课本，我觉得要带你做一下课本，不然的话，有些同学偷懒不写课本。来，请把课本打开，我需要你的课本。不做课本不行哦，好，课本很重要。谁可以告诉我我们班的课本写到哪里？88页都写完了吗？对。好，88页都写完了，那请同学翻开课本到第几页呢？90页好了，90页这里有几个题目哈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还是慢慢带着同学去把这些东西哦一题一题做过去。来，请翻到课本的第几页？第90页的地方，还在抄笔记的同学哈，请你动作加快。好，90页它上下哈各有两题，随堂练习。这些题目我现在带着你慢慢做哦。上面的第一题，上面的第一题，他说我要找一条直线，它的斜率是多少？斜率是2。然后后面这句话，同学我把它抄一下。他说这一条直线的 Y 截距。哎，这一条直线的 Y 截距是多少？负五。那请问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应该是多少呢？来，请同学看我这边，哎，是你的。好。来，这个我慢慢讲哈，我觉得这个很基本。来，同学请看我这边，同学我问你 ，Y 截距是负五，这代表什么？对，来，同学，他跟你说有一条直线，它的 Y 截距是负五。代表这一条直线它会通过哪一个点？零负五嘛，是不是零负五？对不对？所以来，同学你写一下，代表这一条直线一定会通过一个定点，这个定点坐标叫做什么？叫做零负五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 Y 截距，你要想到坐标，不是想到距离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现在问你哦，我们有斜率，也有定点，什么是？马上把答案写出来，点斜式。啊，点斜式，来，我们来写点斜式哦。同学，点斜式要怎么写 ？y 减多少？哎，点斜式怎么写 ？y 减多少 ？y 减负五就是 y 怎么样 ？y 加五会等于斜率叫做2乘上 x 减多少 ？x 减零啊，这个就点斜式嘛，对不对？点斜式你要慢慢的去练习它，要熟练，好、哦，慢慢的熟练。我们最后把这个答案的格式整理一下，它可以写成2倍的 x。把 y 搬过来，减掉 y， 再减5等于零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一般来讲会建议同学把答案写成这个形态，这个称为叫什么式？一般。这叫一般式哈，2x 减 y 减5等于零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很简单啊，是不是不好？可以哈。来，那这是第一题，那第二题的话，请看到这个题目哦，这个题目他说 x 截距是负2，代表它通过负20。Y 截距是负3，代表它通过零负3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它给你 X 截距跟 Y 截距，这一题你可以慢慢的去算点斜式去算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两个截距都告诉你，你可以直接带什么式？截距式哦。那截距式它长什么样子呢？来，同学请看，它是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等于一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提醒同学哦，请问那个 S 跟 Y 是写在上面还是写在下面？是上面哦，所以这里写 x 对不对？这里是不是写什么？写 y？ 那 x 的下面要写什么东西？
S 截距，来，请问 S 截距是多少？负二。啊 ，Y 截距是多少？负三。对不对？考试你就写这个答案，就有分了，对吧？哦，那要不要去展开整理？那随你自己高兴了、啊、哈、哦，看要不要整理，那就看情况喽。好，那下面还有两题练习题，来，下面那两题练习是个很简单的题目，我们还是带着同学做。第一题哦，它都是要算斜率，三 x 怎么样减掉 y 等于多少？等于四。好，请问同学，这条直线斜率是多少？哎。三 x 减 y 等于是，我问你 ，y 会等于多少？三 x 减四嘛。所以同学斜率是多少？三啊。所以斜率就是三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给你一条直线，会看出它斜率。那第二小题，哎、欸，第二小题很可爱哦。它给你什么式？它给你截距是二分之 x 加上三分之 y。等于一，那、啊、他问你说这条直线的斜率是多少呢？哎，同学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怎么做？有人会通分去整理，然后想办法把它写成 y 等于什么 x 加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我，我不会这样做。你猜我会怎么做？哎，这个二分之 x 加三分之 y 等于一哦，代表这一条直线它通过哪一个点？二零啊，还有哪一个点？零三啊，对不对？S 截距是2 ，Y 截距是3嘛，它是不是通过20跟 03？ 啊，过这两个点，啊，直接算斜率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两点所形成的直线的斜率，来用定义来做，纵轴差比横轴差，3减0比上0减多少？0减2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题斜率是负的多少？二分之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好，课本的题目都很基本哦，很基本。好，请你注意。来，然后课本的91页，同学你看课本91，课本91页它谈到直线的平行跟垂直，我昨天有没有证明给你看，两直线如果斜率存在的情况底下，垂直斜率相乘会等于多少？负一，有证明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它在91页它就有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希望你回去有先看过。那请同学翻开后面，我们来找几个题目来练习哈、哦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来看93页好了，我现在已经交到93页了。好，来，请往后面翻。哎，对吧？我其实照理讲，我已经交到课本93页的位置哈。93页它一样有两题随堂练习哦。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一题，92那一题，我觉得你可以回去自己做做看嘛。那一题还蛮白痴的，你回去试试看就知道。来，上面那一题，他跟你说，已知有一条直线。L 叫做 3x 减 2y 怎么样？加5等于0。然后它有两个小题，第一小题它跟你说我要找一条直线，这一条直线跟 L 怎么样？跟 L 平行，过圆点，而且它过哪一个点？过圆点。好，同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做给你看啊。同学，你猜这个题目关键在哪里？哎，平行啊！来，同学，你把“平行”两个字框起来，可以哈。来，同学，我问你哦，两条线如果平行，代表什么意思？斜率相同，有相同的倾斜程度。所以，同学，我先问你一件事情：上面题目给的这一条直线，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它的斜率是？它的斜率是？讲话，斜率是多少？二分之三啊，斜率是二分之三。那你现在有一条直线，跟题目的这条直线是平行的，啊，你的斜率当然跟它一样啊。所以你的斜率，来，你的斜率如果叫 m1， 你的斜率当然也是二分之三。然后他要跟你说，你通过一个点，这个点叫做什么点？圆点。哎，有点有斜率，用什么式？点斜式啊，点斜式就写出来了嘛。好，那点斜式我们来练习一下哈、哦。y 减零会等于斜率二分之三，再乘上什么 ？x 减零，这个是不是点斜式？对啊。他把这个答案稍微整理一下，它可以写成什么东西？写成 y 等于二分之三倍的 x。其实考试写这个答案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再进一步整理的话，它又可以写成三倍的 x 怎么样？
三倍的 x 减掉两倍的 y， 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。等到以后学到向量的地方，我会教你更快的做法。好，这一题就不用做那么久，他到时候会教你平行假设，两条直线平行怎么假设，垂直怎么假设，好，到时候会教你快的做法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先用基本方法哈，先做出来。那接下来第二题哦，第二题我写在这里。第二题他说我们要找一条直线，现在不是跟 L 平行，是跟 L 怎么样？垂直。跟 L 垂直，而且一样是过什么点？过原点。好啦，来垂直要怎么办？我们用我们仅知的一些想法去做处理哦。所以我问你，这个斜率是二分之三啊，现在我要找一条直线跟它垂直，两直线垂直，斜率相乘会等于负一啊。那我问你，谁跟二分之三相乘会等于负一？三分之二的再加一个什么号？负号。所以来，这个斜率 m2 应该是多少？负的多少？三分之二啊。对不对？这个斜率跟它相乘是不是应该等于负一？因为垂直嘛。然后它又通过哪一个定点？又通过原点叫做零零。所以有斜率有定点，是不是就可以写点斜式？课本现在非常强调点斜式。点斜式是现在教育那个数学教育里面，关于直线方程式里面，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写点斜式哦。y 减零会等于什么？来 ，y 减零。会等于负的三分之二再乘上 x 什么减零，好，所以整理一下 y 就等于多少？负的三分之二 x 对不对？那如果要再整理的话，它又可以写成什么？二 x 加上多少？三倍的 y 等于，你看课本的东西都蛮简单的呗，哦，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哦，因为我们这个进度就一直不断的 push 往前。来，请看到93页下面的随堂练习。